在南投县保利郡的国立暨南大学高瞻度种类树二十公顷安发的萨库拉树，两百几棵的高树坡就会向大学社会进行开发，期盼的暨南大学可进化林家碧小地方发土，为国上保利还有五七的家碧农，昨天的高瞻地图老银行琼下来分享也跑的家碧，同时也还有五十天的会主咖啡比赛，希望来配入哈纳多的产业经济。在荷塘的鹅山洞中，有下欢迎熊树咖啡，还在度樱花树下翕相。了拜暨南大学观光休闲老创立管理呢，结合水沙连提起种咖啡的农民，期盼产业发通，希望在带动南投咖啡产业的发展。那希望透过这种产学的合作，来提升我们这个水沙连精品咖啡的这个蓬勃发展，所以有了摆发通吼，人都希望讲泰家要家己用各乡的咖啡，道里面各乡的咖啡吼，啊，本来各乡咖啡吼，本泰家都享用。在发通现场，还有配煮咖啡的比赛，选手跳过雅思路老简单的工期，在过程时间都翻身配煮咖啡。贵乡贵重就有九届报名，因为好高会不会声音啊？期盼预冲比赛。然后烘的时候要闻它的香气。还有它的看它的色泽，看它有没有熟。如果要熟的时候，它会爆。其实火候，因为我刚刚用的太小，所以它五十分钟都没有爆，所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希望呢，在国中会考完之后啊，也来办一场，为孩子们办一场全国青少年不插电的烘煮锦标赛，这样子。国上贵重高中林家日讲，国上向中青岛咖啡。希望透过学各种技术，培养学生的兴趣，安排做啲会材地加倍产业，培育很多嘅人才。客家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